刘国祥律师在访谈时曾经自问自答，律师最怕碰到什么呢？冤案，因为你会无法放手。司改会曾经成功救援过一些案件，像是苏建和、徐志强、黄惠夫、郭忠雄，这些名字或许有些人熟悉，有些人陌生，但都是司改会透过无数义务律师和志工共同努力的痕迹。然而还有很多无辜者还在为平凡努力的道路上，他们至今仍不放弃。像是罗明村一个前程似锦的警官，在有不在场证明的情况下被不正讯问而来的证据定罪，又或是像陈进凯因为车祸而失明，法院却不愿意相信科学证据而认定他占领保险金，又或是像邱和顺今年的两公约审查，国际专家感到万分的诧异，将没有物证以刑求自白作为证据基础的死刑冤案至今尚未平反。他们还没有放弃，我们也还没有放弃，请大家支持个案救援专案，让救援的路上有更多人一起前行。